边走边唱。哦，边走边唱，然后蔡奇亚看到阿嬷也会分享给他们听吗？我们是歌不是环岛，歌只是吃太饱。爸休爷，我们只是一路是有任何景点往南骑啊。哦，是是是，经过到了八卦山，到了西螺大桥，就一路这样子每个景点。所以那个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环岛吗？还是不是？就是要去走读台湾？是，对，先开始这样做，然后我们先试试看四个水运。哦，是是是，要看天气啦，车子都是新的啊，车子新的啊。天气可以淋雨吗？上面那两只？可以可以，这个是乌克丽丽跟山峰。哦，是是是，所以我们是团体的名字叫做我爱沙粒，什么乌克丽丽，对，我爱沙粒。好好，所以你们这次打算要走几天？明天，今天晚上可能要慢慢起飞到台南。啊，我们要再往屏东去，对，到屏东。我们这一路是一直到屏东，今天计划两天。哦，是是是，就是想要用那个音乐分享的方式来走读台湾。对，看看风景啊，各地的风土人情啊，看见善良的人啊，很可爱的大家。台湾是个很可爱的地方。对啊，每个人看到我们都跟我们说加油 ，Go 台湾 ，Go 台湾 ，Go 台湾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把就是我们还。大家为我们的台湾做一点事的心情来跟大家分享，那你们用音乐也可以来一起就是为故事馆注入一个新的能量。那因为我们今天呢人比较少了，不过还是听到音乐呢，还有你们两个，还有这位朋友的演出，粉丝团，哦，粉丝团，对对对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